之前有朋友一直联系我说想要看 GPD WIN3 打 Dota2 的视频，现在正好过年有时间，我来给他录一下，就是大概的一个效果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机器，下面是它的拓展坞，外接了一个鼠标，一个 HDMI 的显示器，还有就是一个电源口。这个时候也是已经接上来的。我们打开了测试软件 A.64，还有微星小飞机，打开游戏。这时候看一下设置。设置我刚才已经调好了1080p，独占全屏，然后画质是2等。打一把的话就算了，我这个位置不太舒服，我来给你们弄个试玩吧。来个方便一点的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帧率情况。进入到游戏，主要是看进入到游戏之中后，目前是120，甚至呢，你们主要是看的团战时候的一个效果嘛，所以我要肯定情况搞复杂一点。OK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么多斧王，我在老卢开大招的情况下，它的帧率是在70、75、100多。可以看一下这个画质啊，画质是2等，因为如果开得太高的话呢，我们打到它毕竟还是需要的。好了，就暂时到这里。如果更深入的话，以后会做一个更细的，比如说打一把它录制一下。